姐，你这吃的是十几块钱金钻凤梨吗？那是在你们那里，在我们产地啊，非常的便宜。来，我打开给你看一下，我们家的金钻凤梨啊，削皮不用挖眼，不用泡盐水，用嘴巴吃起来，它是又香又甜。我替你尝尝。嗯，你要喜欢吃，我就挂帅萌小黄车。